果陀剧场与星光三月爆米花轻松剧场2.0版强势回归，笑的极限运动，辛辣再升级，狂想再加倍，幽默再进化，引爆2016年三出舒压作品，笑弹齐发，超人气办公室喜剧五斗米靠腰三度加演，五斗米靠腰二部曲，老板不愿透露的是，漫才喜剧天团达康达康笑现场，俗话说得好，12月31至1月31，星光三月 A11 六楼信义剧场轮番登场演出，提早购票可享超级优惠，并加赠超值赠品哦。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。